事情是这样的，一个美女喝多了上错了我的车，还把我当成她男朋友。哎，终于下班喽。你下班带我一趟呗，送我回家呀。走呗，反正顺路。行，走吧。你出来一会儿吗？我都不抽烟的呀。那我下去买，给你等我一会儿啊。啊，行。嗯，快堵啊堵！不是美女，你谁呀、啊？就知道你会来的。嗯、啊，你认错人了。你是我家宝宝，我怎么可能认错啊？快走吧，我要吐了。哎，你这大半夜的，我这你这不太安全啊，这样。一个喝多了的美女上了我的车，还掏出了身份证，她到底想干嘛？快堵吧，我好堵啊！就知道你会来的。哎，你这啥意思啊？我还小啊。这谁啊？这不是这我不认识。我打车回家，打车费你报销。哎别哎哎，好热啊！哎别，哎我给你开空调啊。你说你这大半夜的，家住成都，我给你送成都去啊？哎，把你安置到酒店吧。讨厌啊，回家再说，怎么那么急啊？我这是帮你系安全带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偶遇一个喝多了的美女上了我的车，现在我居然把她带去了酒店。这谁啊？这不是这我不认识。讨厌啊，回家再说，怎么那么急啊？沉死了呀你！哎，你怎么那么沉呢？我脱鞋。欺人太甚！嗯，哎，救命恩人来了！哎，你男朋友来接你了没呀？我刚把他弄到酒店，他现在睡。啊，你把他安置好就行了，好好陪陪他，我先挂了，拜拜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哎，哎，哎，你睡一觉就好了。哎，你别走，留下来陪陪我。